展览它因为它的这个文物等级比较高，一共有107件组的文物，那118件的展品，那一共是一级文物就有55件，就达到了一半以上。所以呢，这个展览呢，就是各馆的工作人员又来不了福州，所以我们就首次使用了云点交的办法，所以克服了重重的困难，这个展览能够成功举办。那我们是希望这个能够让福建的观众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到这么一个高品质的展览和来自长江流域青铜文明重器。